怎么偷偷同步微信聊天记录？一、打开微信，点击我，再点击设置。二、点击通用。三、选择聊天记录备份与迁移。四、选择迁移聊天记录到另一台设备。五、提供全部迁移和部分迁移，可以自主选择想要迁移的联系人聊天记录两种方式。六、用另一台手机登录微信，扫描手机上的二维码即可自动迁移。七、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PC 备份聊天数据，当手机和电脑在同一 WiFi 网络下时，点击微信左下角选择备份与恢复，再点击备份聊天记录至电脑，将数据备份到电脑，然后恢复到另一台手机上即可。我是泡面，这个技巧你学会了吗？